哇，这个太高了哦。可以这样子吊着玩。你是谁呀？原来是谁？哇！你是谁？帮我！好，我们下去帮我好吗？你看他，你看他很高哎。剩下一分钟哦，要回家了哦。我们要去童话世界。好，你赶快去。童话世界。好，赶快去。我看到了，我怎么有一台飞机？赶快去，不许去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去去！我直接跑出去了。你是怎么看到？我的键盘。啊！怎么你又从这里又跑出来了？里面好了，吴欣怡，好了。